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아이즈원 成员 장원영 안유진 将在下半年以新人女团出道。 今天根据一家韩国媒体独家报道，强文娘安宁姐将与Stash娱乐的练习生在2021下半年以新人女团再次出道。因为2004年出生的强文娘，2003年出生的安宁姐，在 Produce48以及IG文活动的时候都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所以以两个人为主轴的新人女团在出道前就已经收到了非常高的关注。虽然所属公司目前表示最终成员数、风格、团体名还没有确定，但是有网友表示 Stash 娱乐在今年5月份注册了IBE商标，也用IBE开设了 Twitter 的账号，所以这位网友就猜测，强文娘安宥真的新人女团名会不会是 IBE？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名字取得很好啊，好期待两个人其他人的个子也高的话，应该会很帅气的，不错。但是有点不像是女团，像别的东西的名字。海外粉丝们应该会用 IBE 做很多梗吧，可。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想到 IG1 加 HYBE，可啊，这个用英文应该很难搜索吧，可。目前虽然还没有确定，但是如果强文娘安宥真的新人女团名叫 IBE 的话，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今天在韩国论坛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贴文，台湾人无法理解得韩国文化。我真的有想要问的问题，我有一位韩国朋友，刚开始一跟他通话就会很生气，因为都不讲拜拜，所以我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讲完话。年轻人吗？都不讲拜拜，说 OK 就结束了。突然会有挂断电话的声音，之后我看到在韩剧里也不说拜拜，韩国会用拜拜打招呼吗？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讲完话对方就会说拜拜，真的感觉很肉吗？那怎么知道对方讲完了呢？韩国人都知道，例如说我讲好了，吃饭了没有？没有，没有时间。 下次一起吃饭吧。好，莫名其妙。其实我也是在之前看到有留言问我这个问题之后，我才发现到，在韩国打电话我们真的不会说拜拜，大部分都是哦，跟哦，嗯，그래，들어가，嗯，알았어，嗯嗯嗯嗯。敬语的话就是네알겠습니다，基本上不会说拜拜。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嗯，알겠어，拉长的话就是要挂电话的意思。哦，그래，嗯，这就是电话的结尾词。我之前也被误会过，所以现在也会说拜拜后挂电话。嗯，OK，跟단다，嗯。其实我更不能适应台湾人说拜拜，一开始我还以为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才会跟我说hello拜拜。对于韩国人打电话不说拜拜，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